针对 Lightroom 这个软体哈，我个人在操作上面啊，从以前的旧版本一直使用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嘛。它现在更新哦，换到新的版本跟新的界面了，只能说越来越简单，功能越来越强大。那简单介绍一下了哈，认识一下老师哈，就是哎，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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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哈，对，那个同学有空再看一下就好，就是很多人他写不完，那把一些重点截取出来，让同学呢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老师大概从事过一些什么样相关的这个活动？那在这个课堂上面呢，我会跟同学做分享啊，就是算交流，好不好？好，那这个也不是什么像我们一般的正式课程，所以同学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不了解的也可以提问。好，OK，我们大概分成五个项目哈，跟同学做分享啊。再一个就是主要的全新功能的一个简单叙述，再来就是相片常用的这个调色技巧。啊，再来呢，就是个迅速提高相片品质的一个快速方式。那这个新版本的软体啊，它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而且对我们从事这个设计工作产业的来讲啊，非常有效率的一个功能，叫做云端协助资源哦。好，待会一样会做说明哈。那再就是常用，最后就是常用技巧的分享。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这个软体部分哈的一些基本说明。主要功能的这个简述哈，那第一个呢，就是将进阶的预设级可以马上的套用到我们的相片。那这边跟同学说明一下，什么叫做预设级？我们以前在使用这个版本的时候啊，有很多风格档啊，就是我们一般在设计产业俗称叫做风格档。那什么叫做风格档呢？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呢，我喜欢日系风格。喜欢日系的风格，就是轻轻的、淡淡的，然后呢，画面很明亮的。那我自己调整完一个风格之后呢，好，旧版本就是它要先把它存起来，另外存一个风格档，之后再去套用。但是现在新的版本啊，它自己本身就有预设级哦，有个预设的非常非常方便的这个功能在里面。那它帮你做好很多项目的分类，我们可以直接快速的从软体所提供的这些风格档直接做套用，也就是说，你不用再从无到有自己慢慢去调色阶、慢慢去调色调、慢慢去调色都不需要，可以找一个你想要的直接套，或者是我从一个想要的大方向，然后呢再自己做一些简单的编修，非常的快速。好，那这个就是一般来讲啊，就是你看啊，在专业的摄影师协助下啊，这个都是很多。摄影师就是全球，不是只有我们台湾啊，就全球很多摄影师跟他们合作，然后提供编辑的这个预设级，那可以有里面有什么人像啊、旅行啊、电影啊、复古等等之类的。好，那待会呢会跟同学做示范操作。那有兴趣的同学啊，你们如果有这个软体的话，你也可以开来一起操作做做看，真的很有趣，而且很简单。重点是什么？简单、方便、好操作。我现在好像在帮他们卖软体哈，简单、方便、好操作。好，来，我们看第二个，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是我自己都觉得让我觉得蛮惊讶的。我们一般学过平面设计的同学都应该比较清楚了解，我们在做印刷输出的时候，最怕遇到比如说解析度很低的照片。那如果假设我们今天这个照片解析不够，我们要做印刷输出，那么这个品质就一定会下降，好，这是必然的。甚至呢，它有时候会产生那种马赛克的现象，就是一格一格的，因为像素值太低了，就是解析度太低。但是在新版本这个软体里面呢，它有一个，我觉得有点我的妈呀四个字，我的妈呀，就是你那个低解析的照片哈，经过它的一个增强功能，好，就是在增强的这个对话框中有个叫超解析度。超解析度这个功能哦，它可以快速的提供让你的影像解析度同时提升，而且提升的过程当中还会帮你把影像的细节跟色彩全部做提升。你看那有厉害不？厉害干！真是让我太惊艳，就是这个功能哈。这个等一下也会示范操作给同学看一下。啊，再来呢就是刚刚讲到的哈，可以邀请他人编辑你项目中的照片，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概念就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现在呢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在拍照啊，拍完之后呢，我的某一个同事他现在对于这个照片啊，他有一些编修的这个技巧，或者是他现在有空帮我做处理，好，那我可能在现场拍摄，我就可以马上把这个照片上传到 Adobe 的这个云端，然后呢，我只要上传上去，协作的部分 key 上他的 email， 然后他就马上收到这个讯息。收到之后呢，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现在，可能要有些照片马上要编修给客户看，但是我现在没有软体，比如说假设我现在没有软体，那我就把这个照片呢上传到 Adobe 云端，那你好，比如说你马上就可以接收到我寄给你的讯息，你就可以直接在云端哦，不用下载下来哦，直接在云端开启 Lightroom， 在云端开 Lightroom 之后直接修，修了之后我这边直接做接收，你看这个很强大的功能，未来就是讲求效率的这个年代就是这样子，我们不用再把档案带回家，然后再利用家里的电脑再去做编辑，编辑完之后呢再传给客户或是再上传到这个网络硬碟，都不需要了，直接从你的手机，好，现在有手机版的这个 Lightroom， 直接从手机来做编辑也可以，或者是说呢我们直接上传到云端，请另外一位同事立即上线帮你做这个照片的编修，好，这是他目前这个新功能非常强调的一点，还有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个超解析度的功能哈。那另外呢，来这个哈，对于摄影师来讲是非常方便的。我们经常在比如说拍完照片之后啊，那我们不晓得客户他本身的用途是什么，他有可能是要洗出来的，或者说他做其他的这个编辑。那一般来讲哦，比如说我们现在数位相机拍完了，那个尺寸比例啊，比如说大部分来讲都是4:3的，就4:3，好，就是这个5:4，就是5×4的，就它的宽高比。那如果说假设我们今天用途不一样，我要放到 IG 的，我放到脸书的，好，或者说呢我要放到这个其他我自己的这个网络平台，或者说我自己开网络商店，我拍了商品之后呢要直接上传上去，那网络商店一般来讲后台它就会有一个规格限制，他会跟你讲说你上传的照片最宽就最长边只能多少乘多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 Lightroom 这个软体里面针对比例的部分可以快速的选择我们自己要的这个宽高比，就不用再自己去计算或是去丈量，都不需要，他就帮你设定好了，这个里面就帮你设定好你要的是几乘几的，好，这个就马上可以做立即性的这个尺寸的问题解决。那再来呢最后一项最后一项就是它支援了很多的这个新相机跟新镜头。我先讲解一下这个因为你可能会有点纳闷，就是什么叫做支援新相机和新镜头。我跟各位讲我们的相机啊一般来讲可以拍有一种档案格式叫做 RAW 档。我打一下。这个 RAW 档。什么叫做 RAW 档，就好像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使用 Photoshop 的软体在做影像编修，那编修完之后我们会存一个原始档，原始档就是 PSD 的原始档，那这个原始档主要就是未来我要再做修图，我还有档案可以打开，打开之后呢我可以马上再做编修，就存成原始档。那这个 RAW 档就是相机，简单讲它就是相机的原始档，相机的原始档，比如说我在拍摄的同时呢，我用了多少的光圈，我用了什么样的白平衡，那我用了什么样的曝光值，那当下拍可能不是很 OK， 那怎么办，我就拍成 RAW 档。那拍 RAW 档完了之后，Lightroom这一套软体它就会依照现在市面上各大厂牌的数位相机你念得出名字的，你念不出名字的，你知道型号的，你不知道型号的，他们几乎都支援他们的相机 RAW 档。再来一个很重要就是镜头，我们现在的镜头是数位镜头，不是像以前底片机时代那叫机械镜头、光学镜头。那现在的数位镜头呢，它也会帮你记录，比如说你现在用的这个相机，你的镜头它是多少焦段的，
它的光圈是多大，它的对焦点在哪里，它就有一些数据，这个数据呢也可以传到 Lightroom 里面去。我讲简单一点，就是你现场没有拍好的都可以利用 Lightroom 读取你现场拍摄的这些参数，直接来做修正。这样听懂意思没？所以 RAW 档是什么？就是相机本身拍的原始档案，那它会帮你保留你当下拍摄的一些参数还有一些数据。好，那回到软体里面，利用软体来帮你做后制跟修正。好，如果失焦有效吗？我必须这样子讲哈，如果轻微的可以用刚刚这个功能，轻微哦，轻微失焦哦，可以用刚刚我们讲这个增强功能，有没有？这个增强功能它可以帮你修复，让它失焦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如果是你真的是晃得太厉害了，那个已经晃到看不出影像了的，实在是没办法。这样了解意思吗？它的新功能啊，主要是我这个是主要针对新功能啊，就是它加了很多新的相机型号，还有新相机的这个镜头，去支援他们做变形。像我们有些镜头，尤其是广角镜头，通常我们在拍人像的时候，如果站在最边边的人，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个经验哈，如果你今天用的镜头是比较广的，比如说我要拍一个团体照嘛，对不对？拍团体照，哎，大家来合照哦，这样一排前面站了十个人，站了二十个人，那你用了广角镜头，你有没有发现中间的人比例还好，但是最两边的人都变形了，会被压得扁扁的，然后拉得很高，那叫做桶状变形。像这种桶状变形哈，在 Lightroom 里面的修正就非常方便。所以它为什么要有支援新相机跟新镜头的这个功能，不是没有原因的。 OK， 好，那接着呢，我在这边来示范一下我们常用的相片调色技巧。那另外呢，我大概分成三个大方向啦，什么日系空气感，我跟各位讲，这个都是未来，就是这个叫做现代词，就是以前都没有这些东西的，那都是业界很多人在风行啊，在流传啊，然后慢慢的我们自己要取一个名称，什么叫日系空气感的嘛。好，那还有这个什么欧美的这个电影感，还有这个韩系的甜美感，这个等一下我示范给同学看。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把这个软体先打开来，等一下哦，我把画面稍微缩小一点点，因为那个聊天室会挡住，把它拉过来一些。好，这样子。那我们一般要编辑的时候啊，它其实很简单哦，就是我们只要点这个新增相片就好了，点新增相片。好，那他就跟你讲，哎，你相片被坑你怎么对？你看他，你看我点新相片，他就跟我讲说，哎，要点这里，好，相片面板，好，然后这里呢，我就可以点这个新增相片。你看他有教学呢，是不是很方便？我常会讲，就是软体会越来越简单，但是人的脑会越来越，软体越来越简单，人的脑也会越来越简单。就是你都不用想什么，它就这么帮你导引，就导引哦，导引你操作。好，那我这边呢做一个简单的操作了哈，比如说，以人像来讲好了。好，那我就先挑几张，比如说要做示范的，这张。好，举例哦，我是举例哈，就这样子。好，然后呢就按开启。好，这边有一个，它有一个简阅读录资讯啊，就是你要不要看它的一些讯息内容。好，要不然就是选择，你也可以针对这个档案夹整个这样来做选择，好，来选择它。好，它这样就开进来了。开进来之后啊，我们要做编辑，对不对？同学，你可以这样子，在相片这边哈，来，这边就有一个新增十一张照片，对吧？哈，然后它直接就汇进来，底下的部分就是你刚刚选的那些照片。好，那我们在做编辑的时候呢，在右手边这里，你看它工具哦。你上过 Photoshop 跟你一大同学，你就发现哇，它的工具就只有这几样哎。你把它点开，点开之后呢，刚刚讲的预设级来了，很厉害哦。我跟各位讲，这个是真的是新版本才有。什么叫预设级？注意看哦，我点它，然后它这边就帮我分类分好了哈。来，你看，比如说我要人像、一般肤色、浅肤色，那旅行的、未来感的、复古的、电影感的、颜色的、创意的、黑白的，这么多，那你就可以自己选一个。例如说，我要一个主题，然后是旅行的，然后呢，你只要把滑鼠移上来，你看它就自动帮你修色修好了。
你可以自己选一个你要的，好，比如说我要这个，点选它，那它就直接套上来了。好，套上来之后呢，我们还可以这样子做，比如说我现在选了，对不对？好，那我在右手边这个地方，右手边这里还可以针对其他细节，比如说我觉得曝光度太高，或者是太亮了，或是太暗了，好，那我可以在这里再做修正。就是我选一个为主要方向之后呢，我还可以自己再来做编修，你看看多么的方便啊！底下就是它的一些设定参数跟功能性。好，那另外我们如果说不使用预设级，比如说我不要使用预设级，好，那我就把这个关掉。那这里会有个自动预设级，把它点掉。好，那这边会有个自动，我就要点自动，它也会帮我做这个色调还有这个曝光度跟细节的调整，那它底下就有个自动参数就帮我设定好了，是不是很方便？好，这是它里面预设级的这个基本功能。那假设我现在有个问题，比如说老师我这张已经调好了，那我后面可能有上百张照片。好，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拍那个活动啊，拍活动或者是拍那个婚宴，就请客有没有婚宴，经常一拍下来就是可能三四百张，那当然我们要先做挑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假设我先调，等一下哦，等等，我看人家同学讲什么。自动不会是一样的设定哦。我跟同学说明一下，它的所谓自动是依照你的照片，依照你本身照片去调整适当。所以你看哦，你看它的参数，曝光度啊、对比亮度、阴影、白色、黑色这些，你看哦，比如第一张这样，对不对？好，像这一张就是白色很多嘛。亮部很多，我只要按自动，有没有看到？所以你看它的参数，注意看这个参数哦，你看是不一样的，有没有看到？谢谢博，赶快来哦！它这一套软体就是有点 AI 的，我应该这样子讲，它有点 AI， 什么意思呢？它会先读取你这张照片的一些曝光值，然后他们有一个大数据嘛，就是很多摄影师都会这样调整。那他们会把这个数据呢写入程式到他们这个软体里面。那当我今天点选自动的时候，他会先依照你这张照片，他觉得哪里过曝了，哪里不够亮，或是色调不够 OK， 不够鲜艳完整的，他会先自动帮你做修正，然后你再依照个人的需求再去做微调，这样了解吗？所以真的是我真的这样讲，就是他真的蛮人工智慧的。你再看哦，像刚那个雪景的有吗？雪景的不是就是很多很亮的地方嘛，对不对？那我把它点掉。好，比如说这些呢我不想要了。好，那你可以切回来，切到它的描述档里面去看，它这是它用彩色的，这是用黑白的，那我们点上一步再回来，对吗？你可以利用这样的，你看像这张，比如说以这张来讲它就是觉得很亮，就很亮。那白色的部分呢，可能像这个毛毛的这个编织可能就不是很清楚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自动，你看它就帮你做修正，就自动哦，完全自动帮你做修正，是不是非常方便？这样理解了哈。好，那刚刚讲到这个预设级的部分哈，比如说我举例啦哈，好，我先选一个假设的哈，比如说一般肤色好了，啊，这个是我要套用的，那我后面照片全部都要套用，那我可以怎么做？你可以这样哈，比如说这个设定好，对不对？你可以按右键，然后呢，它这边会有一个复制的功能，那你可以按不用按右键啦，来，我们直接 Ctrl C 就好了，按 Ctrl C， 你看它就写拷贝编辑设定 ，Ctrl C 哦，然后我就可以直接针对后面这些照片哦，这样选取起来。比如说这三张我要套同样功能，对不对？我就按 Ctrl V， 然后它就贴上编辑，贴上编辑，贴上编辑，它就自动帮你把后面的照片全部一次哦批次。我们在 Photoshop 里面学过，比如说批次处理。什么叫批次处理呢？我先设定好一张照片，那把它的动作都录下来。在 Photoshop 的做法是这样子，是用录的，录动作。把动作先录下来，录好之后再去做执行，到 Photoshop 的软体里面做执行的动作。好，然后它就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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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等它
等它 Photoshop 是这样子哦，等它运算一张，好，处理完再换一张，处理完再换一张，处理完再换一张，就是这样子。那你如果电脑等级够快的，电脑等级够高的，那当然它就啪啪啪啪啪就很快嘛。那如果说假设我今天电脑等级不够高，那你就会看到它这样一张换完换一张，一张换完换一张。但是在 Lightroom 里面呢就不需要了。 Lightroom 里面是你直接 copy 你的这个设定档，然后呢点选你需要设定的这些照片，然后直接按 Ctrl V 贴上，它就把你第一张设定就指定到你要贴的那些照片上，把它全部一次做完。你看厉不厉害？好， 我个人是觉得很厉害啦，因为我以前还没有这个 Lightroom 的时候，我们在用 Photoshop 做批次处理，好，就很耗时。但是现在呢，自从有了 Lightroom 之后，我就不用再到 Photoshop 去做批次了。 Lightroom 它可以很快速的大量的帮我们一次处理完这个照片，好，概念是这样子。好，那这个修正照片哈，我这边要分享几个小技巧哈。来，我先把这个照片呢先新增一个，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的那个日系风格，我先点它，啊，它已经有了，在我们的照片里面了。先取消，回到我们的画面中，刚刚已经把它汇进来了，在这里。那什么叫日系风格？我这边跟同学分享了，就照片编辑啊调整的一些小技巧。好，那我刚有讲，就是你如果可以记就稍微记一下，什么叫做日系的空气感。它有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画面要简洁，请注意是简洁，不是说简单就空空的没有东西，就是简洁要平稳。那第二个亮部，这个我先关掉哈，就亮部的地方它会带一点浅浅的天蓝色啊，这个亮部包含脸这里也是哦，脸啊还有这个天空地方就是属于亮部哈，就以这个画面来讲，亮部的地方会带一点浅浅的天蓝色。那再来呢就是它的中间调啊，还有阴影的部分，中间调还有这个阴影的部分是吧，它会带一点点的黄绿色。那高光呢，高光就是最亮的地方，这整张画面最亮的地方叫高光。那高光呢会有一点点过曝，那黑的地方不会到全黑。什么叫黑不会到全黑？就比如说头发是黑的吧，这个阴影有些也是很黑，它不会到全黑哦，所以整张画面看起来，会清新然后比较淡雅，好，然后比较低的对比跟比较低的饱和，像这样的风格就是我们现在在外面俗称的就是比较有日系的空气感。那这种画面看起来很舒服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几个基本操作啦。来，首先呢我们要先看照片啊，如果有太多空白的地方或者是太多留白的地方，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下简单的裁切。好，那我们来哦，注意听哦，我回到这里哦，这边我们最后的地方会有一个就这个技巧分享，有没有常用技巧分享哈，那我这边实做就顺便讲好不好。比如说我照片要做裁切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按键盘上的这个 C 键等等，按 C 键盘上的 C 那它就是裁切。那裁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使用拉的方法，或者是这里会有个外观比例，刚有讲嘛，你看这个功能就是刚刚我们在简报上讲的这个功能，对吧？轻松建立制定裁切的外观比例。那以前没有嘛，以前就是我们要自己算比例大概几乘几，现在不需要了，我就只要直接比如说，来我先还原一下哈，比如说呢这个客户他是要放 IG 的，那我们一般 IG 就是方形的，好，或者是像那个一乘一，点选一乘一，像这样子，它就直接帮你调好一乘一的比例，就是宽高比一乘一，然后呢，你再依照你的位置上下去做调整，这样就 OK 了，是很方便。好，那 Ctrl 一样 ，Ctrl Z，Adobe 的软体都是这样子啦 ，Ctrl 加 Z 就是还原，就是还原回来。那我也可以自己做
裁切，自己拉啦，就比如说我们把一些不必要部分呢稍微把它拉一下，好好了之后按一下 Enter 键就确认了嘛。啊，再来就是刚刚讲到的，它的亮部要带一点天蓝色，所以我们在调色的时候，哎，对， C 是裁切的快速键，没错，它就是 CROP Crop 就是裁切 CROP 的那个 C。 好，那再来就是调整曝光度，比如说我觉得它不是很亮，我就把它的曝光度稍微调亮一点点，但是要注意哦，不能过曝，这样就过曝了哦，就稍微调亮一些些，所以可以微调，可以这个地方做微调。那如果你调完之后你觉得不 OK 想还原怎么办，你可以在这个小圈圈上快点两下，它就自动还原回来了。所以它不用像以前，我们以前是这样子啦，就是你这样调完之后有没有啊这样不好，那你要让它归零，有没有让它归零啊，那你就要这样子哦，啊，过头过头啊，不行不行啊，要弄很久才用到零，对不对？现在不用了，新版本是这样子，你调整完你想归零你就快点两下它就归零了，你们看到很方便。好，比如说这个我先乱调这样子，比如说这样这边有个小眼睛，你们看到是吧，点它，你把它点下去就看到你原始的，这是原始的啊，修改的，原始的，修改的，原始的，修改的，你就可以在这边做切换，非常方便哦。这边有个小眼睛在这里，有看到这里这里这里，才针对这整个项目，针对整个项目让你看比较图，就是我这样调整完跟原本调整前它的差异性在哪里，用它这样子点，是不是很方便，一下就好了。好，你看好 OK 咯。那另外呢，你也可以这样做，再讲一个技巧，再分享一个技巧，注意看哦。比如说我把这个调，我都把它调掉了。老师你刚刚有讲嘛，就是一个小项目哈，我要重设，我可以点这个小圈圈点两下。那如果说这边有很多项目我都要重新设定呢，我可以在这个项目这里按住 Auto 键点一下就全部还原。在这个项目比如说这是亮度调整，对不对？再看哦，比如说这样子。好，那我觉得不 OK，哦，我也后悔了，我不想这样调，那我想还原成原来的照片，那怎么办？小技巧分享，回到这里来，有没有？你按住 Auto 键，按住 Auto 键，然后左键点一下，它就全部还原成原来的预设值。你看看，很方便哈。好，那我先调一下，日系的这个空气感哈，就是它曝光度呢会有一点点高，对比呢会比较低，对比会比较低哦。好，亮部的地方呢会稍微调亮一点点。但是要注意哦，你不要调那个人没有血色了哦。好，比如说曝光的部分先调整好，好了之后呢，我们针对底下来颜色的部分，这里有个颜色分级，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有学过 Premiere 跟 A1 的同学哦，我们在这个 Premiere 跟 A1 是电影版，就是电影级的一些剪接跟特效软体。那它现在因为它也是 Adobe 的这个公司出的这个软体，它把它的这个调色的这个阶级拉到我们的 Lightroom 里面来了，就分成这样三色在这里。哪三色呢？就中间调、阴影跟亮部。那旧版本是这三个合在一起，像这样子。这边旧版本是这样子，就是一颗包含了三个功能。好，那现在它把它分三个，我可以针对中间调去调色。好，那它也可以让你独立做调色。比如说呢，我要针对这个阴影的部分，针对中间调，针对亮部，它也可以让你独立做调整。好，那我针对中间调的地方，我让它带一点点暖色，一点点。好，那你调整的时候请注意哦，这个调的是饱和度，这个是饱和度，那这个外面的圈圈，这一圈是色相，外面这个圈圈选的是色相。比如说我要暖色的或是带冷色的，好，那饱和度就是用这个去做调整，像这样你的画面就可以直接做立即性的编辑。而且这个只是针对中间调而已哦，那如果说我要三个一起调好了，就不用还要一个一个点，我就点回来这里三个针对阴影的部分，针对阴影哦，针对阴影的地方哦，再去做调整。好，再针对亮部的地方带一点黄绿色的，一些些黄绿色。好，然后呢再回到刚刚曝光池的地方，再把曝光度稍微再调一些些，
像这样，有吗？好，那再来针对黑色跟白色，这个黑色白色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画面当中高光的部分，那黑色就是阴影的部分，跟这个阴影是不一样的哦。这个阴影是针对整体的亮，哎，整体的这个暗部的地方。那底下这个黑色针对细节，好，比如说细节部分我不要那么黑啊，把它稍微这样把它提高一些些，注意看哦，注意看这个地方，这个椅子旁边这个阴影这里，你看这样有看到变化吧？好，我就把它稍微调亮一些些，这样子啊，很快速的，我们就把这个日系的这个风格，这样就调整好了。很简单，对不对？好，那调整完了之后呢，我就可以用刚刚的方法把它做一个 copy 的动作，就在这里按右键，我都习惯按右键，好，那不用按右键没关系，你就按 Ctrl-C 复制啊， Ctrl-C 复制，你看它就拷贝编辑设定，点到这里来 Ctrl-V 贴上，你看它就过来了，贴上就过来了，日系风格很快就完成了。好， OK， 这个是跟同学分享的那个日系风格的部分哈，再来第二个，哎，同学等一下，你看到，哦，我刚才调几个而已，亮度，还有颜色分级，对不对？我们还有一个色彩混合器哦，色彩混合器这是做什么用的？它会有点类似像图层混合模式，我们在 Photoshop 里面的图层混合模式，比如说，或者像类似那个相片滤镜啊，比如说我整体啊，这张画面整体。我想让它偏什么色调，是整体的，不是针对细节，比如说色相的部分我让它偏暖色，把它拉过来看一下这差别，拉过来。好，那饱和度就是要不要让它很鲜艳，你要不要让它变得很鲜艳，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做调整，这是色彩混合器的部分，色彩混合。好，先把它还原回来，按 Auto 键点一下，它就还原回来了，再把它收起来。那底下这些都是针对什么细节，我让它更锐利，它就会有一个清晰度，这个清晰度是整张画面哦。所以它底下又分了一个叫细节，它其实也是锐利化了，简单讲就是都是锐利化。那你看我把它提高，注意看哦，这样是朦胧的，所以呢，你要做一种沙龙照的氛围，你只要把清晰度降低，就我们讲的沙龙啊，沙龙照，你只要把清晰度降低，你看那种朦朦美美的雾雾的，但是他头发还是一根一根看得很清楚哦，请注意他头发还是很清楚哦，并没有因为你这样子调朦胧之后这个细节就不见哦，他也可以利用这个清晰度去降低，然后调整他的一个朦胧感。好，来把它还原回来。那底下呢就是锐利化，比如说我希望他细节的部分啊可以比较锐利一些些，好，我就把这个锐利化调高，但是不能太高了，我常常跟同学讲不要太贪心，有些同学就是锐利化调太多，那个杂讯会变很多，你看这个锐利化 太过头了，那这个紫边，这个叫紫边，紫色的紫，紫边的光线就跑出来了，对吧？所以呢，我们在调整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像这样子就 OK 了。另外呢，刚刚有讲到，比如说老师那个你刚刚有说到一个功能叫做超级解析度，那个有没有同学？这个有没有？这个增强，有个超解析度。什么叫超解析度呢？注意看哦，我的照片里面是没有那种模糊的啦，但是我找一个好了，举例来讲，比如说这个我想让它的解析度增强，注意看哦，很简单，按右键，然后呢这里就有一个叫增强，就是它点选增强，好，它就会另外开一个增强模式让你看一下，注意看，来，我先把它拉到头发的部分好了，好，你看一下哦，你现在看到这个是已经增强的，那我再按着你的滑鼠左键压着，这是你看它底下这里有个小标签，这是已增强，这是未增强，你看差是不是差很多，有没有看到没有增强之前就一格一格的，注意看哦，它是一，我这样压着你看好了，压着你看，没有增强之前是头发 一格一格看得很清楚，但是用它的功能增强之后，你看你就按增强，它就帮你
整个解析，请注意哦，它不是帮你锐利化哦，它是帮你把你的解析度提高了，整张的解析度提高，非常的厉害。好，好，简单的说明了哈，到这边，各位看一下有没有问题。那如果说假设老师，我现在编辑啊，比如说我现在编辑好一张我要的风格嘛，对不对？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风格存起来？就是把风格存起来，那我下次呢其他照片要用的时候可以用，可不可以？可以啊。我们在预设级这个地方哈，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可以把自己设定的风格直接把它转存，或者是像刚刚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我想把我设定的这些参数啊给另外一个设计师，那希望他帮我做我后面要做的动作，就回到刚刚讲的云端，云端哦，云端操作的部分，在这里按右键，那这里啊会有一个共用和邀请，我就点这个共用和邀请。那比如说我这个照片要给谁用，有没有？那我就输入电子邮件，输入他的电子邮件。好，然后呢有一个重点是这个地方要设定，这里要设定，这个要记得设定，设定什么？就是它的权限啊，你可以到设定这边来，允许写评论跟按赞嘛，哈，这个当然不是这个嘛。我呢希望它可以帮我做编辑的，了解吗？希望它可以帮我做编辑，所以这里啊，我们在设定的时候，你看这是可以提供，那这个呢是可以编辑以及贡献内容。我们要点的是这个，然后输入对方的 email， 输入完之后呢，你就按完成，那对方他就会收到讯息哦。李泰和寄了一个 Lightroom 的云端共同协作的创作权，你要不要接受？好，你按接受，对不对？然后他就会直接从你的软体里面，你打开，打开之后他就从你的 Room 里面开启我现在这张照片，然后里面的参数就全部留在里面了。这样了解吗？你看是不是很方便？我又可以把我要交代的工作交代给其他设计师做，也可以把我的设定先设定好，让其他设计师依照我的设定去帮我把其他照片全部编辑完。这是个软体非常强大的地方。好，再来讲到电影感的部分。那电影感啊，来我换一下照片，新增照片，那我就选其他的，电影感的举例啦，举例举例，我先开一张。好，比如说这个我要做电影感的编辑，其实这个就有点点，它就有点点电影感的那个 feel 了哈。那它的特色是什么？它中间调会呈现橘黄色，整张画面的中间调会呈现一个橘黄色的，那暗部的地方呢会带一点点的蓝绿色，暗部会带一点点蓝绿色。好，我简单调一下。好，比如说我要调色调，对不对？我到颜色这里来，到颜色的地方，刚刚有讲哦，中间调会呈现橘黄色嘛，我就点中间调啊，橘黄色，大概拉一下，饱和度让它高一点，好，那你可以看一下，调整前调整后，注意看，注意看，调整前调整后，这现在是调整后的，是调整前的，调整后的中间调呈现一个橘黄色，那暗部的地方呢，好，暗部就点这个暗部，它会有一个阴影嘛，就是暗部的地方，那它会呈现一个蓝绿色，好，就点蓝，我就把这个圈圈往蓝绿色的部分做调整。好，那再看一下 整张的风格，像这样的格式很简单，你看只要调两个就好了，亮部，哎，这个阴影的部分有没有蓝绿色，中间调黄绿色或者是橙黄色，那你可以看哦，来，这是原图修改后的，原图修改后的，那你也可以点底下这里这个地方，同学看这个地方，这里这边，这边有没有，这边这里，它也可以让你显示原图修改前修改后，看一下整体的差异性，像这样子呢电影感的质感就调整好了，很简单，所以你只要维持两个就好，就是中间调黄绿色，暗部的地方蓝绿色，这样就 OK 了。好，再来呢最后一个日系，那个日系讲完了嘛，就是清新的
曝光度比较高的。那还有刚刚讲到的它的这个亮部的地方好带一点点蓝，好，那中间呢带一点点黄绿，那高光过曝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日系哦。好，那现在这个呢电影感电影的欧美电影质感的，我们常常看一些电影他们的海报色调都用这样的方式调，就中间调呢呈现橘黄色，那暗部的地方呢会带一点点的蓝绿色。好，那接着呢韩系的甜美风格呢，来我再换一张照片，一样示范给同学看。好，有这个好了，好吧，点开。这个之前有新增的呢，这个也是有的。好，那等一下先取消一下，我再开另外一张好了，新增。现在弄这个好像不知道大家吃饭了没哈，就是我让这个画面哈，那变得比较韩系，韩系就是偏暖色，暖色会比较多。然后呢，它跟日系有点差别，就是日系的对比会比较低，但是韩系的对比会比较高，它的对比会比较高。比如说这样子，简单调整一下哈，曝光度可以不用那么高，它可以降低一点点，但它对比会比较高，韩系的哦。啊，日系的刚好相反，日系的对比会比较低，像这样就是偏日系了，韩系的对比高。好，然后底下整体色调的部分哈，我针对中间调来做调整，它会带一点点暖色。好，再把它的清晰度提高。好，绿绿化可以不用调。那去朦胧，这什么意思？就是像我们有时候拍一些景，它会有点雾雾的，就类似像比如说起雾啊、起雾，或者是说有一些水汽，那画面看起来会蒙蒙的，它可以用这个去朦胧来设定。好，其实这张也有点朦胧啦，我们把它稍微降低一点，稍微降低一些些，像这样子。好，那再把它的亮度、曲线亮度做调整。这个亮度调整啊，跟曝光度是不一样的啊。这是曲线亮度，它针对 RGB 三色，这个跟我们 Photoshop 里面的亮度调整会比较接近啊。再把它调高一些些，韩系的风格就调整好了，很简单啊。其实呢，照片编修哈，我这边就建议同学啦，就是你可以多看一些摄影师的作品，然后呢，你可以自己做分类。就比如说，这个摄影师他经常拍的一些，不管是人像啦、实物啦，或者是一些风景照，他的风格大概会偏向哪一种？好，那另外一个摄影师他拍摄的风格大概偏向哪一种？大家自己做个简单分类之后呢，你们自己拍的照片哈，可以先试着用模仿的方法，试着用模仿的到 Lightroom 里面去做调整。那慢慢的，你就可以抓出你自己最喜欢的风格照片了。好，很简单的哈。但是如果说我今天照片的量很大，要同步做很多照片，一次做批次处理，那我要快速做编修，那我会建议使用 Lightroom， 因为它会很快速有效的提升你的工作效率。如果今天你只要做一两张，我只要编修两张，那我要做海报，我要做这个印刷输出的广告文件，那当然就是选择 Photoshop 是 OK 的。它针对单张或者是针对影像合成，还有很多细节的处理，会比较细腻一点，这个就可以使用 Photoshop。那如果说假设你今天是摄影工作者，好，或者说我就是这个部落客或是 Vlog 等等之类的，我可能拍很多非常非常多的照片，那我希望呢，在我的 IG 或是在我的这个脸书上跟很多人做分享，那我要处理的照片太多了，我不可能一张一张点一张一张做，那我就可以在 Lightroom 这套软体里面呢同步做处理，而且一次批次做完，这样了解了吗？这样那个同学对 Lightroom 跟其他影像合成软体这样有一个区隔了哈。这个是最多同学，这个是最多同学会问到的，就是老师我会 Photoshop 我还要学 Lightroom 吗？
我通常会回同学一个问题，我会问同学说，同学，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处理的照片多不多？我等同学回我这个问题，就是你要处理的照片多不多？如果今天你要处理的照片确实真的很多，那我会建议你用 Lightroom， 快速有效，非常的有效率，而且风格档现在都帮你设定好了，你不用再去慢慢调整。那如果说你要处理的照片其实没有很多，可能就是两三张而已啊，五六张，那我用 Photoshop 就 OK。好，这是两套软体最大的差别，一个是快速生产，大量生产，一个是一张一张慢慢精致的，走精致路线，一张一张生产的。所以以效能来讲其实是不一样的哈。 Premiere 跟 AE 有什么不同哈？我这边说明一下啦哈。 Premiere 是剪接软体，Adobe 的 Premiere 是剪接，比如说我拍完影片，那我要做剪接，那我要用 Premiere 去做剪接。那 After Effects 呢，它是影片合成，它是影片合成，就类似像它是动态的 Photoshop。 我们影片剪接完，有些地方要去背，注意听哦，我讲的是影片去背哦，不是图片去背哦，影片去背的部分我们就用 AE 这套软体去做去背啊，把两个不同的影片把它合成在一起，或做蓝幕特效，或叫绿幕特效。好，所以跟 Lightroom 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 Lightroom 主要针对照片的编修，那 Premiere 是剪接， A 是做影片合成，这样了解了吗？ Lightroom 的 Classic 啊，就是电脑版， Classic 就是早期电脑版在用的，就是电脑版的。那 Lightroom CC 呢，就是没有那个 Classic 那个，是那个差别在哪里？我跟各位讲哦，很重要，我现在示范的这个就是 Lightroom， 不是 Classic 那一个哦。哦，那个 Classic 那个是经典的，它是以前我们在电脑在使用的。那现在我示范这一套，就是它可以在云端快速制作，我也可以在我的手机或在平板直接开这个软体，直接在手机或是平板上做编修，这样了解了吗？这样了解了没？就是 Classic 跟 CC 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Classic 主要是早期我们在电脑上使用的版本，它的功能会比较多，选项会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功能比较多啦，选项比较复杂一些。那现在用的这个 CC 版本嘛，Lightroom 的 CC 版本，它主要是针对什么跨平台，比如说手机、平板、笔电、电脑，当然都 OK， 它也可以做云端协作。但是 Classic 的版本功能性跟界面会稍微复杂一点点。那对于初学者来讲，我会建议就是我先用这个 Lightroom CC 来做入门就好了。那等到我真的有工作上大量需求，或是说在质感上要再加强再提升的时候，我们再针对 Classic 那个部分再去做研究就好，这样了解了哈。